季节，我来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之前答应过大家的春夏购物分享的都市篇，今天呢会有包包，会有一些服饰，还有你们最想看的我穿裙子。服装方面呢，我放在后面，先讲包包好了。还是提前说一下，本期影片所有内容呢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没有任何的付费合作，然后还使用了一段时间，精挑细选，我自己觉得用下来感受不错，然后才分享给大家的。单品和品牌数量都不特别多。OK， 那我们就抓紧开始好了。首先就是来自始祖鸟的包包，第一款是这个 tote bag， 这一款名字应该叫做 Granville 的18升。Granville 是一个鸟的包包系列，它有从小到大好几种不同的容量，有单肩包、斜挎包、拎包、托特包、双肩包都有。然后我这里这一个是18升的托特包，但是我看鸟官方介绍好像又叫什么瑜伽包还是之类的，我也不确定具体官方中文名字应该叫什么。这个袋子的前身呢是19升的，然后没有单肩带，新款的变成18升之后，它多了一条这个可拆卸的肩带，两边通过挂钩勾出直带这个环，它就可以拆下来了，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这个包斜挎的状态很舒服，织带长度对我来讲稍微有一点局促，我就这样背的时候呢，如果东西装得满可能会有点顶。可以单肩斜挎的肩带对我来讲呢，日常使用的便利性高了很多，当然日常主要不是我在用。 OK， 这袋子官方介绍说它面料是这个叫做 N400RAC 防撕裂尼龙，整个包结构非常简单，就不用花很多的口水去介绍了。它是有一个双头拉链做开合，拉链头是这种 TPU 的设计，还挺好看的小形状，这边有一个凸起，反面这边是平的，具有一个 Arcturix 的 logo， 很简单但是也很好用。然后它暗袋呢独立了一个开口在外侧，拉开里面还有一个挂钥匙的这种小绳子，当然你不挂钥匙，挂证件卡什么也可以，都一样。主仓是一个非常大非常空的一个没有任何分隔的空间，然后所有的缝线全是带防水压胶的，这个就不用去怀疑它的这种实用性、耐用性和防水性。然后它的底多加了一层补强的，稍微比侧面要硬一点点，你就直接丢地上也不会怕什么心疼。这包挺耐用的，官方原价好像是800吧，我记得。这个包我觉得有户外用品的这种比较基础的防御性，比如说防水、耐磨啊、抗撕裂等等的这些基础的属性上呢，多了一丝在城市使用的这种休闲感。毕竟是托特包嘛，用起来都比较 casual 随意的感觉。那么它的大小相对于我这个人上身的效果，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了。我不知道这个包你会不会喜欢啊？我是很喜欢托特包这一个品种的，我觉得还蛮多托特包。虽然用来用去好像大大小小托特包其实使用感受都差不太多，但是这种防御性稍微强一点，多一两个拉链分隔的话，日常使用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吧。那鸟家的这个系列应该是属于24系列，就是日常休闲系列。迷鸟也分了很多细小的这种支线。OK， 托特包是这样子。如果我讲的不是很足够的话，你们可以再提问。反正我觉得这包太简单了，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再过来一个是比较多东西讲的，也是 Granville 系列，也是黑色，面料跟刚刚那个托特包一样，也是 N400R。这一款是叫 Granville 十升，它是一个斜挎邮差包，同样的耐磨、防水、抗撕裂的面料，同样的这种防御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看到现在的效果呢，是我把它改装过了。就是前面这个扣子没改的时候使用了一段时间，改了之后我又使用了一段时间。针对这一点，我跟大家详细稍微讲一讲我为什么要改它这个扣子。我买这包回来呢，就是一个是看它容量十升，我觉得还不错，除了装我日常用的现在正在用的这一台相机加镜头，然后一个补光灯，可能还要放支水或者放把伞之类的，然后再放一点钱包啊或者 iPad 有的没这种零碎。之前用的那个副作用二也放得下，但是水呢放不下，水放进去可能我怕倒啊，所以我不敢放在里面。这款包我放了所有东西进去里面之后呢，也不会顶着后背，容积还算可观，并且重量呢不会说特别重，就单肩背来讲我觉得算是我这个身材的承受上限了。我不愿意单肩背太重的东西，是我买这款包的最大一个动机，就想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各位分享。那么到手之后呢，折磨了我好几天，我用下来它原装那个扣子非常难用。原装扣子长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塑胶扣，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它的开合方式要这样子，趴上来之后对准位置，再把它往下拉，它才是锁死的。开合的速度快一点，开合这样一捏它就可以打开。但问题就是它没有任何磁力装置去吸附。如果我一只手撑着伞，或者一只手拿着饮料，我只能靠一只手来去打开或者关闭这个扣子，是非常蛋疼的，根本找不准位置。因为它又轻，鸟这边织带用的材质也还算挺结实的，那个织带够硬的话，会顶着这上面这一个扣子到处晃，我就很难对准这个洞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把它拉紧。对于一只手操作来讲太麻烦了。反过来看一下，这边正好是有两个螺丝的，我就想如果它能拧开的话，是不是可以换成别的款式的
扣子，怎么换磁扣呢？那所以我就开始找 Fitlo 有没有合适的扣子。结果我在搜索栏里面刚打出 Reveille， 就还没打完那几个字，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信息跳出来了。完整的成熟的解决方案，是整个 package 打包在售卖都有。我当时还觉得挺惊讶的。现在的就是那些卖家搞的，除了有这一些连扣子、带螺丝、带皮环这样卖，还可以把这个肩带改成那个 V 八口，然后再把这个三点吊这边又换成磁扣，把底下再加多一条织带去外捆，我觉得没必要，但是真的挺厉害，挺佩服这些人。这包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轻量化、能装，然后背负感受比较舒适，是我最大的第一印象。除了扣子不好用之外，那么我就开始着手找扣子，因为我不是很敢相信打包销售这种解决方案的商家，他们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正规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我自己直接去找 Fitlo 的经销商买就好了。然后我是买了两款扣子，我看到他们的款式和尺寸呢，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买两款回来试一下。其中一款我已经换上去了，就你看到的，另外一款失败的，但是我也买回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一款。这款是叫做 Hook Belt 25型号，在这里看大小，我看到它这个开口的大小呢，跟我想要扭螺丝的这个距离好像差不太多，厚度也还可以，但拿到手发现它这个厚度的弧线结束的位置比我想象的要晚一些，所以如果螺丝扭上去呢，就是不平，是歪的。然后这扣子可能对于那个织带来讲也太宽太大了，这个织带是2厘米，当然它这个尺寸和体积以及它这种全实心的塑胶所支撑的这个拉力是特别大的，对于这种负重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的开合呢，有点大材小用，然后毕竟拿到手尺寸也不合适，所以就目前闲置还没有在使用的状态。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就还是淘宝卖家们见到最多的那一个扣子，就是这一个叫做 Hook 25 Plastic 这个型号，它原装是有一条红色的织带做提手的，具体型号它的样子我会贴在画面上。虽然它的尺寸呢也是支持25的，但是它比刚刚那款扣子要轻很多很多，并且它在这个包上效果我觉得看起来呢比原装来讲差的不是特别多，不会觉得说换了一个非常突兀的一点也不搭的扣子。上面这两个螺丝你要选好，我是不会选太反光太强的，我看到打包销售的方案里面呢用的全都是那种亮面不锈钢螺丝，我就不是很喜欢，我选的都是消光黑或者是有涂层的螺丝，这是我自己的解决方案了，所以也是花了好几天才去搞懂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扣子如果大家想单独买的话呢，我在 Fitlo 的官方授权店买是38块钱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然后螺丝的尺寸比较重要，螺丝的尺寸呢有三个维度啊，一个是螺丝表面这个位置的宽度不能太宽，太宽的话下面这个磁扣的盖子盖不上去，会被螺丝顶起来，也能吸住但是吸不紧，会影响到它的锁止的性能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选螺丝，如果你要像我一样自己组装不买那些成品的套装的话呢，尺寸大概是这样子，它的直径小于等于8毫米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它的高度呢小于等于5毫米，太高的话除了开扣子自己的厚度之外，这个布料还有一点厚度，但是也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螺丝超出来不好看，有点丑，并且也锁不紧，因为扣子会晃。再有一个就是螺丝中间的芯穿过布料孔径的那一个粗细是3毫米左右，如果你喜欢消光黑或者是涂层黑的这种比较暗的颜色呢，你就可以照着这个尺寸去找，不一定能找到一模一样合适的。我也是买了好几套，尺寸上呢不合适，反正最后呈现给大家现在尺寸合适的效果就是枪灰色的这种拉丝钢的螺丝，这已经是我目前这个阶段能找到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个人比较满意解决方案了。肩带和三点扣这些扣子我还没有去换，因为我是想保守它这一个原装包款的这种轻量化的效果，装一个 V8 口再装个磁扣，装个这个那个，底下再捆一些东西，空包状态特别重，而且我确实不缺这样的包，胡服的那些包我基本上都有这种快拆的扣子，所以其实这一个对我来讲呢改装的意义不大。那么这大概就是我对这款包一些小小的改装，那这款包的一个使用感受，在我做了改装之后呢真的愉悦了非常多，太好用了，就直接拉一拉这个提手就解开了。哦对，这提手呢是我拿胡服工业这一个宽提手来改装的，我也是用了同色的黑色，如果你们想换那种大的夜光把手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觉得有点突兀，我还想它看起来稍微低调或者说轻量化一点点。盖子可以直接掀开，也是一个双向拉链的开口设计，拉链依然是跟上面那款托特包一样用了 TPU 的拉手，前面依然也有这一个快开的小暗袋，而且这边用的是防水拉链，刚刚那个袋子是没有防水拉链，一样它也是有这一个挂钥匙或者说证件的小挂绳，里面我放了什么呢？纸巾、纸巾、湿纸巾、纸巾、唇膏，大概就是些这零碎的哦。还有耳机，我是那种出门没有纸巾就没有安全感的人。好，这个包比刚刚的托特包呢多了一些分隔，它的主仓里面呢有多一层可以给你放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的一个直插袋，这直插袋表面还有一层网格拉链，可以放一些钱包或者说是一些小零碎在这里面。这直插袋的容量呢，现在没有13、14寸的笔记本电脑啊，大概放杂志，这一本没记错的应该是 A6 尺寸的吧，
放进去是游刃有余，还能再放一个 iPad mini， 宽度还有它这个厚度我觉得是都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刚拍完才想起来，这本书你们可能有兴趣啊。不过碍于版权的问题呢，内容我就不翻了，大概跟你们说一下，就是 Magazine B 这个杂志你们可能有听过，它专门讲品牌的，每一期都是一个单独的品牌介绍，然后这一期是第89期，这本书是专门讲始祖鸟的，讲的虽然说知识点我觉得不算太复杂，它比较的基础就是我们其实在网上都能看到的那些信息，但是它还是针对每一点呢都有一些更详细的访谈和介绍，全英文的，所以阅读的话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得到了，讲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目录应该可以看一下，从一些买手店开始，然后一直到鸟内部一些员工，鸟的一些工厂，然后鸟的一些设计，一直到他们的这种分级啊，或者说是一些 idea， 到最后才是品牌介绍，就还挺全面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买一本看看啊。当然这个也是没有收费，我自己花钱买的。然后主仓装这样本东西，我还可以再放我的相机、我的补光灯、我的水杯，然后可能再放多一个镜头也行，而且还有空间。然后背上身的感觉也不会说压肩膀压得特别痛，因为它呢还有一个海绵垫肩，不过它垫肩是不能拆卸的。但这个包好处就是它不分左右肩，只要你自己背的习惯的话，你任意去拉这个肩带两边这个直带长度就好了。然后它的三点背负这一根直带呢是个挂钩，两侧都有这个挂环，习惯左肩或右肩你自己切换就好了。所以这个包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 OK 的。官方售价是1000块，我没有做更进阶的改装，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会不会官方保修的时候他不认我自己这些改装，所以我就没有去做更进一步有可能会破坏包身的这种改装了。我只是把有螺丝的部位换成其他的部件而已，万一有什么情况需要保修呢，我还可以把原装的再换回去，这样子应该也不影响到保修政策吧。 OK， 那么这是来自鸟家的两款包，那不知道适不适合各位的生活习惯，反正我会给这款包10分，满分的话给它个8分，斜挎包。托特包的话可能会给7分，因为它的空间还是稍微的过于宽松了点，如果它有更多一些小暗格就更好，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奢望，本身也不差的包挺好。 OK， 那么接下来是一些服装的部分，那顺便也讲一下我最近买了一个短裤，但是没有仔细分享过，或者说孤零零的也不知道跟谁一起分享好，就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也是来自鸟的这一条叫做 Palisade， 所有的口袋都有拉链，同时右后侧还有一个也是拉链，整条短裤有5个口袋，每个口袋都有拉链，我很喜欢，拉开拉链就透气了。然后这个裤子是有扣子的，同时还有这一个调节挂钩啊，就锁紧的情况下呢，拉的还是比较死的。这条裤子我买的是30，刚刚好，挂不挂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扣上扣子我已经很合适了。前阵子我穿呢，就一直有朋友问，这到底什么裤子，好像很好的样子，所以这里就顺便一讲。因为早前去年的时候，我也买过一条鸟的短裤，叫做 Kristen Shorts， 不管是这一次分享 Palisade， 还是之前分享那条 Kristen 呢，他们都是有短裤和长裤两个版本。据我所知，除了长短之外，面料上还有口袋设计上的变化呢，其实没有很大，所以这种轻量化的、舒服的、薄的料子，我会倾向于买短裤的版本，夏天穿真的很舒服。当然前提是你不要介意它的长度在膝盖之上，我知道有些人会介意这一点，如果你介意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家别的款式的短裤啊，或者是有长有短的那些买短的版本。我也是随手有拍过一些上身照片，我就不特意再拍一次了，我就贴之前的照片大家看一下。裤子本身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几百块买得过。 OK， 那么下面要分享的服装呢是来自 Nosecusim， 非常熟悉的品牌了各位，这一次他们的22年春季的一些新品，我拿到的只是一部分，还在拍影片的这个时期呢只收到了 Drop 1和 Drop 2的部分产品，然后我也只挑几个我自己觉得用下来感觉很不错的跟大家分享，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现在这个季节呢，可能大家也是穿短裤、八分裤或者是短袖、薄风衣比较多，厚重的那一些长裤或者是外套、风衣我就不介绍了，我简单带过就好。大家早前应该有看到我分享他们的那个面罩夹克，很帅的吧，三拉链的，我觉得很好看。那首先分享一下这一套全黑的 look， 裤子是八分裤，上身的衣服是这一件非常薄的衬衣。这件衬衣的材料非常非常特别，它很适合坐办公室的人穿，它有点像那种凉感空调服，你穿上之后会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冰掉了啊，当然有点夸张，它能快速帮你降温。不过它 cutting 呢，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过于收身了，但如果你是经常坐办公室吹空调的话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它是这种小立领，我觉得也还 OK， 挺好看的。领子这个部分呢不会说太热，胸口有一个侧开口的口袋，然后两侧下摆位置各有一个口袋，口袋方面呢也是数量不含糊，这种简便的衬衣来讲三个口袋我觉得足够了，而且袖口还有两段的这种松紧可调的纽扣位置，整个配置我觉得是简单的来完全足够用，很基础很轻便。然后身上背的就是前面介绍的 Granville 10升斜挎包，我觉得整套路呢不想说它很机能感，我比较想把它打造成这种都市休闲带一点点商务感，但是商务感这个名字又不是很好听，
哎，总之就是往这方面去靠拢。不知道你会给这条路打几分呢？里面的 T 恤呢，就是我身上这一件，他们之前出过的打底短袖，没有太特别的地方，也是这种弹力束感的料子，很舒服。帽子就我现在这一顶，早前介绍过的鸟的 Elaho Cap。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赶紧去看一下。这夏天太需要一顶好戴的帽子了。那么鞋子呢，是 Salomon 的 XT Crest， 我觉得配合这一身呢。啊，当然需要一双通勤舒适的鞋子。那么这就是这一套通勤感十足的都市穿搭。那还有另外一套，另外一套的基础就是同样一条裤子的另外一款配色，这款灰灰绿绿的颜色。不过这个配色我不清楚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颜色会是怎样的。说实话，我刚收到包裹，打开这条裤子，我还愣了半天。我什么时候买过一条灰裤子呢？我把它在不同光线环境下拿来拿去看了半天，我才发现，它真的是带点绿的。不过这个绿呢，非常非常微弱，可能你们在画面上看它确实很灰啊。除了这一个拉链的位置，它是用了这种军绿色的拉链，还能把它整个色调显得好像是有点绿的感觉。不然的话，真的整条裤子还是挺灰的。我觉得它裤型做得非常好看，尤其是这个裤筒的位置，它是八分裤，所以它是有点吊脚的。这种长度的裤子，如果在裤筒的束脚的这种维度做得不好的情况呢，是非常难看的，就好像穿了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一样。但这条裤子做得特别好，它的裤筒圆筒的程度，无论从正面、侧面还是后面，整个环绕一圈是无死角的好看，非常的笔挺。整条裤子的料子呢，虽说它厚重，但它并不是不透气的，很闷的那种。他们这次换了这个料子，我也不确定该怎么叫。面料很舒服，很弹，不是特别薄，它是有一定的厚重感，所以它才能保持那种笔挺挺阔的状态。不过它织的不算太密，比较舒啊，所以它透气性还是 OK 的。我穿这条裤子拍摄那几天呢，大概就是26到32左右日间的温度啊。当然我没有全程都站在户外，不过我穿着它的同时呢，身上有出汗，我腿是没出汗的，可能这个跟我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腿呢，我是没有觉得因为这条裤子产生过闷热，还是很舒服。然后这一次他们的裤头呢，如果之前有买过 Nosca 的裤子朋友应该知道，他们裤头以前都是有那种松紧织带在后面做一个固定，然后再拉紧前面这个调节织带去越拉越紧。这一次他们取消了松紧，所以整条裤子的裤腰看起来是纯平的，我觉得视觉上看得很干净，然后裤子高级感也多了不少。然后这个扣子这一次换成了 YKK 的。YKK 这款扣子它的牙变大了很多，就在拉紧的时候呢，锁止的效果特别好。侧面的口袋，揣手的口袋是侧开口的，然后侧面这一条大的口袋呢，除了有一条弧形拉链之外，还有一个上开口的直插袋，然后这拉链拉开里面是有两个小分格。我很喜欢这种大口袋里面带分格的这种设计啊，比如说放一些小的卡片或者说是钥匙等等之类，这种零碎呢不会在大口袋里面晃来晃去，走路的时候也不会甩，就很舒服。那么整条裤子呢，不管是黑色还是这种灰绿色，我觉得上身效果我都很喜欢。而且由于它前面做了这种捏褶的位置，加上裤筒的笔挺呢，整条裤子非常好衬鞋。这裤子真的是应该是我今年会最常穿的裤子之一。灰绿色上身呢就现在这样子，我上面呢配了一件白色速干 T， 用来呼应一下脚下那一双白色 SS Pro。 那外面的外套我选的是他们这一季的这件皮肤衣，这件皮肤衣也是他们这一季 Drop 2的一个新品了。它是防晒的，可以看到它是有50度防晒，跟一般市面上售卖的那些防晒皮肤衣其实差不太多。但是由于它是 Nosca 的设计呢，所以它还是有一些些更多的功能性所在。首先就是它拉链可以从底一直拉到帽子顶，就像以前的 Bape 那些卫衣一样。不过碍于我戴眼镜和帽子的关系，其实我没有真的拉到顶。另一个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的手指位是有这个指套可以固定住，然后身前的口袋是胸口有两个，左右各有一个拉链口袋。下摆除了常见的袋鼠兜之外呢，还有一个拉链口袋，这个稍微隐蔽了一点点。那整件衣服可以说是有4个拉链口袋，然后两个没有拉链的，这种就用来放一些零散物品的口袋吧。我觉得更加适合的是一些在都市经常需要在户外行走、户外通勤，可能是骑行，你除了要戴帽子之外呢，穿件皮肤衣其实是还挺有必要的。因为大家知道皮肤老化无非就是氧化和日晒，那这件衣服没有 S 了，所以我就拿了 M。 然后上身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也还 OK， 有拉开拉链，有戴帽子，也有把拉链只拉一半，就各种各样的上身效果大家都能看得到。我觉得还是挺舒服挺 casual， 然后搭配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个 Gravity 18升的 tote bag， 效果我想营造出一种轻松随意更加休闲的感觉。买个菜或者是超市逛采购一点物资之类的，就倒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我穿着的时候呢，正好是太阳晒着我，大中午，可能由于里面那一件速干 T 排汗的效果太好了，导致这件衣服的排汗速度可能跟不上，所以我里面一下子就湿透了，汗还没来得及排出来，一脱衣服手臂都湿的。我不确定是这个料子真的很闷，还是说就是排汗效率比较低啊。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它没有太大的缺点，整体穿在身上还是很舒服很喜欢。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 Nosca 的一些单品。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们万众期待的裙子，是我买的但不是买给我的。这条裙子呢是我
也是上个月跟这顶帽子一起买的，它是 Arc'teryx Valence 的女装系列。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买 Valence 女装线的产品。还有上期分享的那一顶渔夫帽也算是女装系列，但是它严格来说没有限定性别。那么这条裙子呢，当时买的时候鸟店的 sales 跟我说它是一条裙裤。那裙子是裙子嘛，你不用为了 sell 我还要说它是裙裤，因为它里面是没有内衬的，它就是一片布。它是一件非常非常薄的 Gore-Tex 布料。 Valence 女装可能由于太新的缘故啊，全世界的货量都很少，后来中路那件应该说是最顶级的店铺了吧。我去的时候呢，还好是有一码一件的库存，然后是两个颜色，所以更别说其他城市的鸟店，哪怕是不是旗舰店都好了，你们看到货架上摆的可能就是他们仅有的库存了。这条裙子原价是3500，然后它整体的手感呢非常非常轻薄，它比较偏向是如果你有买过之前的鸟家的产品，它应该像是 SL 或者 LT 这种程度的面料，当然它确实是 Gore-Tex 啊。结构很简单，两侧有两个防水拉链，外面就没了。然后它的穿上的方式呢是叠两层，有点像围围裙的感觉，通过这个扣子扣一下，然后另外一边再跟这条腰带扣在一起。裙子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虽然说它是裙子啊，但是它还留了一条像裤畔一样的设计在这里，上面就有一个 Valence， 跟我那条 Valence 牛仔裤一样，就在后腰最中间会有这一个印子。它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品牌形象嘛，裙子也不需要系腰带，飘带扣上之后呢，它会留一截垂下来，还挺好看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挂回去后面那个尾巴上，我是觉得不挂比较帅了。那我穿这条裙子的样子呢，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不知道你会给我上身裙子打几分，我本人对于这条裙子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如果十分满分我可能给到它7-8分。我很喜欢它上身的效果，尤其是黑色这条裙子，它有那种飘逸感，同时还有垂坠感，然后它还分片，就有点模糊裙子跟裤子之间的界限然后我穿的时候呢，我里面就是穿了这条黑色八分裤的打底。你不会想看我裸腿穿裙子吧？穿着这条裙子呢，其实做一些浮夸大动作，它也不影响你的整一个运动状态，就活动范围还挺大的，自由度很高，穿上呢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当然它的透气性肯定没有不是 Gore-Tex 的面料好，毕竟它 Gore-Tex。 我那天还开玩笑说，万一突然下雨了，是不是可以把裙子脱下来这样子围着，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披风，然后可以挡雨。我有这样想过，我觉得挺好玩的，这样一披也很帅。总之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看这种好玩的东西，也算是圆了你们苦苦哀求我女装的一个小梦想。玩笑归玩笑，我还正常贴一些我认为女生穿裙子好看的照片在画面上，我觉得这条裙子本身做的真的是很不错。如果各位有想自己穿或者是送朋友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不过这条裙子确实现在不太好买，我只能说买一条少一条，即便是原价我也会买，所以说它的吸引力对我来说还挺大的。那么这期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就不讲太多废话。如果你们还有更多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留言再探讨好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希望你给我建3连好吗？我的女装还不建3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这点下订阅呢，我是Rock，我们再见。